8点多了啊，还没完事儿呢。区领导、局长都来了，双城区区长都来了，就要给这闸关了。老百姓就不让关，就给他看着呢。这又关了啊！这个闸门关了，这老百姓都他妈的淹死。老百姓说要关就全跳进淹死得了。双城所有的警力啊，所有的，所有的，来人，别全面关呢啊，开始摇呢哈，哇哇，上俩水利局的，两个水利的开关了啊，看看啊。警察给他在看着，不让老百姓往跟前上，看你们打老百姓能那个共产党过来。他那爬梯那嘎站他妈比50个警察给他在，就上两个水利局的，看看就前关。看看摇呢，给他再来给他哇哇摇呢。那爬梯那嘎100多警察，就搁那守着，看谁敢往上。这老百姓都搁这嘎子。他搁这嘎达嗷喊，也没有敢跳，没有敢啥的哈。刚才特警队来家喊的还挺欢的，这就嘎歪拧的哈，憋死。往下落喽？落了那能不落？马上直直奔下来。两个水利局的搁上面嗷摇呢，特警给他看着。啊！太早了。这谁让你嘚瑟？哎呀，白嘚瑟！看看啊，看这警察，就搁这爬梯这站着哈，这个爬梯。关闸啥意思啊？啊？关闸啥意思？不知道啊。这俩水利局的也挺难的，水利的。你俩能不能提回来点？下来！他家憋啊，马上开憋啊！